今天准备给宝宝做紫薯泥，他已经7个月了嘛，所以我今天就不准备打得那么细，就蒸了一个紫薯，准备直接用勺子把它碾压一下就可以了。就用勺子已经压得差不多了，但是都好干呀，还是要加一点水。我一点一点的加了大概40水，现在就这样的，也是泥糊状的了，比较干。他现在7个月吃这种应该可以。米粉跟他冲好了，今天跟他冲了2勺米粉，先加2勺吧。这个紫薯，倒多了，太多了，一下手抖，倒太多了。倒掉了，只能加2滴进去。好什么？吵什么呀，乖乖，吵吵吵！要吃了是不是的啥？来，给你的小兜兜，先戴上。小兜兜戴上，戴上了就可以吃了啊。张嘴，张嘴，张嘴就给吃啊。张嘴就给你吃。嚼嚼嚼，嚼勺子没？你这是在嚼勺子的呢。他第一次吃这么干的，感觉吃的不是很欢，没有之前那种稀的吃的好，是不是？慢慢的吃，来来来。吃完了哈，吃完了哈，就剩下2口了。擦干净，擦干净，要擦手。哎，你别吃纸，沙香姨。